我是 Bonnie， 讲广东话。我今次咧系第二次参加 Avalon 嘅21天课程，咁而今次嘅得着咧，对我嚟讲系好大，因为咧我喺修行道路咧一路都揾紧我是谁。咁而啱啱咧今次真系好好，我遇到一个真系有修有证嘅老师，佢可以喺呢21日咧。就用一些很簡單、很直接的方法呢去幫我開了心性那條路，去找回我自己。而是在這個狀態之下呢，其實不是文字可以講到給你聽我是誰，只是在一個自己去深深有機會去體驗的課程，而是我真的覺得有緣的，真的一定要你上這個課，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这个是我的得着。没有了。